怎么办？我们今天要吃什么蔬菜水果？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问问蔬食有哪些好？学员们事先做功课，补足知识之外，还要动手做。透过专业级的指导，学员开始制作香甜夹心酥、香鸡马卡龙。因为接下来他们要前进观光夜市。 你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很好，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大燕麦跟莲藕做的。年轻人很喜欢去夜市，然后夜市同时也是年轻人聚集地，对，所以我们想要去夜市，然后透过贴近年轻人的方式，去向他们推广素食。跟养生的呢，燕麦跟莲藕做的，莲藕粉啊做的。 可以清一清肠胃，就是身体会健康一点嘛。除了推素，这群学员还发起这个体验。谢谢。为什么刚才穿那一段？因为我们要响应环保啊，就是不要制造太多的垃圾。爱护地球，从吃的这一方面做起，无论蔬食或者随身带着环保餐具，都能贡献一己之力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吕慧琳、蔡明峰，高雄报道。